即係利用呢一個嘅購物，因為你幾千萬人，梗有啲特別嘅喜好，佢可能好似小眾變咗多眾啦。喂，我呢入鋪頭係專係賣黑毛豬嘅，係咯，都得㗎。我呢度專係賣黐屎嘅，連三 D 部團都有團嚟啦。係咯，即係針對嗰個旅客嘅小眾嘅需要。其實我哋可以從珠三角啊同廣州聯繫嘅，佢哋已經開始咧係好多嘅民間團體，因為佢哋信香港嘅品牌。即係你喺內地話買黑毛豬，佢都驚你假貨。我就試過一次誒，同誒開個 seminar 講啊，廣州嘅保育幾多人嚟啊？成一百人嚟聽。咁好啊！啊，你我就規劃處長都嚟聽。哦，其實佢哋好多嘢學差我哋，但係又青出於藍。快！我仲可以聯合一齊做嘢。內地好犀利嘅，內地嗰啲嘅領導咧，不經常去外國參考考察，一考察完翻嚟咧。他們有權嘛，考察完回來就對了，就即做。